主技术公布，二零一五年第一季 GDP 预估年增率是百分之三点四六，比二月份预估百分之三点五减少了零点零四个百分点。主要的原因是物价下跌、汇率波动，让厂商的获利减少。但是整体而言呢，台湾的经济还是呈现稳定成长。